鱼大肉吃多的家人们呀，可以拍一单我们家的铁棍山药刀削面。今天呀，拍三斤的，给大家多送两斤，到手呀就是这么五斤一大包的，可以做30大碗面吃。前两天花19.9买五斤的老铁啊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，就咱家这个铁棍子山药刀削面啊，现在又降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5.9，到手五斤啊。另外老弟这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优惠券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14.9，到手是整整五斤刀削面。并且咱家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呢，配料表特别干净，只有山药、小麦粉，还有食用盐，还有水啊，这四样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呢，就是中间厚，两边薄啊，吃起来的口感呢，就是爽滑、筋道又 Q 弹啊，特别好吃。像咱平常做个凉拌面了，做个炒面了，做个打卤面了，做个油泼面了，怎么搭配都是特别好吃。好多老铁一直问老弟啊，就说你家这个山药刀削面，它这个山药含量是多少呢？今天老弟呢，就给您介绍一下啊，咱家这个铁棍山药刀削面呢，山药含量啊是20%啊，配比还是非常高的。它吃起来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、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啊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吃这款刀削面啊，因为这款刀削面呢，配料表特别干净，不含乱码七糟的成分。下面啊，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5.9啊，到手是整整五斤刀削面。另外老弟这边啊，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4.9，到手是整整五斤刀削面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可就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搂一单。